Hello，大家好，我是 Joanne。今天我录制这个影片是希望能够透过大家的小手去帮我订阅八生堂最新建的 YouTube 频道。那怎么样去订阅这个频道呢？非常简单，首先打开 YouTube，然后在搜索这里填入 Media KCMC，然后按搜索，点击第一个。然后你就会看到红色的 subscribe 或者是红色的订阅，点击它，这样你就完成了订阅。这时候你也可以开启小铃铛，这样只要我们有新的影片，你的手机就会通知你。如果你还没有拥有一个 YouTube account 的话，sign in 一个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你只需要有一个 email address，然后按这个小小的人头，然后按 sign in。它就会直接带你到这个页面，然后填入你的 email address。好，填好后按 next，然后你就打入你的 email address 的密码，然后填好后就可以按 next。好，你就成功 sign in 了你自己的 YouTube account。那谢谢大家的帮忙，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希望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大家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神赐福于你，拜拜。